你好，欢迎大家看《淮阳时况》，今天政治到了，今天给嘉宾来代班哈。我们要来看一下陈时中部长告诉我们说哈，本来就是 Omicron 希望控制在致死率不要超过千分之一，但昨天跟今天恐怕是会超过了哈。昨天致死率是1.27%，那么阿中部长说警讯已经出现了，但是他说长期而言呢，应该还是可以控制在5%。但是我想要大概报告一下，因为双北太多人染疫了，事实上太多太多人染疫没有回报，对不？我看记者我熟悉的人10个染疫的可能才2-3个回报，其他就是大家门关了在家里面不出门了。所以说这个如果把所有的染疫数字除下去除的话呢，致死率应该还算在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台湾孩子这个脑炎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而等一下柚子医师也告诉我们哈，这个亚洲儿童不知道为什么对这种病毒的抵抗力好像比较容易出现在这个大脑出现破口，那一旦染上脑炎之后呢，真的就非常的危险了。所以现在到底家长应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哈。另一方面再来看看这个饰演徐巧芯，现在变成是这个网络相当热议的人选哈，到底是有什么款的精彩？伊讲伊甲警察拜托拜托5遍，叫伊开单，警察拢无爱开。结果这个不开单，看到是看到伊生得较水，也是讲因为伊是市议员，所以坚持不给他开的。现在还被记了申诫2次了哈。这件事情大家来评评理。徐巧芯在第一时间呢，这个引导媒体写的标题叫做“乌龙爆料”，他被乌龙爆料了。这件事情到底乌龙不乌龙？到底是谁乌龙？还是你看的这个标题就是说乌龙爆料，他根本不只是没有关说，他根本就乖乖要来这个缴这个补罚单的哈。大家来讨论一下，另一方面是来看看俄乌战事的一个最新状况，以及国民党在桃竹苗的布局。先来介绍与会来宾，首先教师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明老师，各位好，大家好。我们要介绍是资深媒体黄创夏，各位好，大家好。还要介绍是柚子医生陈慕容。大家好。好，我们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员吴朗东。慧明好，大家好。我们要介绍的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慧明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疫情进入了高原期了哈，而且恐怕还要有1个月时间左右，大家蛮自制的嘛哈，所以没有一下子暴冲。那么在高原期是不是就会稍微拖长一点？我们先来看目前疫情的一个最新状况，来看 VCR。开放所有快筛阳性的个案。如果经过医师确诊之后，我们就列为确定病例，因此呢，这样子的病例数就增加的比较多。全民快筛阳经确认后视为确诊，人数加成效应之下，本土增94808例，死亡个案则加126，双双创下新高。整体的确诊数还算是一个礼拜以来算是维持稳定，从5月18号破超过80000之后，那到今天到94000算是一个多礼拜以来。5月18到现在算是一个稳定高原稳定期。专家示警，死亡数将进入高原期，不能忽视。而病末新增的126人中，113人有慢性病，85人没打满3剂。虽然死亡年龄层整体偏高，但还是有名12岁男童死亡。他没接种过疫苗，有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卧床，使用呼吸器，死因是肺炎并发呼吸衰竭。国内累积8例儿童死亡，其中有5例就属于脑炎。我们累积到现在总共儿童的重症个案呢是18位哈，那这18位当中有8位是脑炎，6位是肺炎哈，那2位是败血症，1位是哮吼。另外有一位就是有刚刚提到过家中死亡的一个个案。重症个案中还有一名5岁女童，22号快筛阳性后，因为出现呕吐、全身痉挛等前驱症状，送医检查后疑似并发脑炎和呼吸窘迫，插管住进加护病房。虽然后续有好转，但还得观察。另外，指挥中心也有调整些许政策。规定放宽，5月27号起，没打满3剂一样可进健身房，但需全程戴口罩；有打满的则可以不戴。适时松绑，平衡疫情紧绷时刻。好，我们来看看台湾这次的今天的这个染疫人数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名了哈，我们总共是94855例。好，其他国家比狗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今天确诊是八万。
巴西是3万，好，我们来看看，哎，以前我们过去看到数字，人家冲过去都，哎，7万、5万、8万，干嘛讲做 combo 哈？结果现在居然来到了台湾了哈，日本今天还维持在3万，澳洲维持在4万了哈，台湾呢今天是数字最高的，94,855，累计的死亡数哈是1784例。香港累计的死亡数是9374例，好，最后大概来做一个参考哈。泰国累计的死亡数是29884例，澳洲维持的还不错，澳洲呢累计死亡人数是8336例。咱一家纽西兰是希望我们可以学习的哈，但是我们已经突破纽西兰的这个防线了。纽西兰的死亡数是1057例，台湾是1784例。所以我们呢已经是突破了纽西兰的防线了，所以很多人是蛮担心的哈。这几个数字应该怎么看？台湾目前有没有什么要做的更好的地方？柚子医生，台湾哈，当病毒一开始进来，慢慢开始往外扩散出去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说得到的人就是来一个发烧啦、喉咙痛啦、肌肉酸痛不舒服，过几天就稳定。可是偏偏就是有一个族群，例如说65岁以上这个族群，他们就是比较容易会转变成重症。那台湾跟日本比较起来，在65岁以上打疫苗的比例真的还是有差别。日本在65岁以上打疫苗的比例大概都到80%到90%，那台湾大概70%到80%就没有再往上走了。那就变成说，这个族群他没有疫苗的很好的一个覆盖率的时候，当他真的不小心得到 Omicron 这个病毒，其实他转变成重症的机会也会比较多。所以指挥中心之前一直说，哎，我们希望把他的整个死亡率压制在1000分之1。那既然现在，哎，单天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到1000分之1.3左右，像今天这个数字，我们就必须说，这真的是一个警讯啊，告诉大家说，我们需要介入的力道能够再更加强更好。那有一段时间大家心里面讲说，哎，好像这个就是个小感冒而已，但是问题是在高年龄层的这个族群，他就不是这样子。还没有打疫苗的人真的赶快去打。所以你就说现在要调整政策，脚步要再快，特别是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对，就是介入的力道。我们以往用这个力道会发现说他现在的死亡率已经往上升了，那我们现在在介入的力道应该还要再往上升一点点，让这整个死亡率能够再往下降。嗯，你觉得这才是比较有效的做法。好，另一方面，这孩子是咱的宝贝哈，最近台湾孩子的状况蛮多人担心的哈。有一个艺人呢，在这个跟人家的对话说死了，孩子走了好多个哈，引发群情哗然了。我们先来事实面，政府的做法。在今天宣布0到6岁的孩子免费领5剂快筛，6月1号正式上路。你已经用实名制买过的人，你还可以再领。如果家里还有0到6岁的孩子，能够再领，为了孩子再赶快多准备一点快筛剂。那么因为现在呢，儿童染疫并发脑炎很难预防的，那么后遗症最严重可能是得卧床。小朋友你让他卧床要卧多久呢？所以很多家长都很担心。我们先来看以下的 VCR。这边有一间收掉，然后走这边楼梯上去多功能会议室。雨衣安全帽还来不及摘掉，小朋友赶紧报到准备打疫苗。门侧才不会乱哦，希望姐姐可以帮忙。不然我就等对等他结束。校长接待90度鞠躬道谢，正因这位爷爷一打二，早上小孙子打莫德纳，另个小小孙打辉瑞儿童疫苗，得跑2趟。没有说一定要选择什么厂牌，只要是对小朋友打了之后身体健康就好了。伤害来说挺大的，因为都是脑膜炎，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打疫苗。一早施打莫德纳人数不多，部分家长还在观望，但当初有签同意的有一部分临时跳槽到下午随到随打辉瑞儿童疫苗。他们要抽单打下午的 BNT， 所以已经接获的电话大概是1/3的家长是确定会抽单的。那是否有临时改变主意的家长，这个我们就比较难预估。跳槽没关系，快来打都行，救护车进驻校园就怕发生不良反应得紧急送医。过去几天孩童脑炎确诊事实让家长太震惊，儿科医师分析新冠病毒有时甚至会导致全脑发炎，而目前国内染疫儿童约占全体20%，疑似严重脑炎几率达1/1000，数据很吓人。体温为高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会影响其他器官的
功能系统的失调，那这样的话就会让小孩子的临床病状会更加的恶化。孩子体温大于41度，抽搐、意识不佳都得小心。许多未施打疫苗的确诊孩童虽保住一命，但愈后状况往往不乐观。多例死亡个案也催促家长用这一针预防。我们想请问一下柚子医师，您刚刚针对65岁以上，您希望政府的政策可以再赶快确定，赶快给药。那么孩子，特别是儿童脑炎发生几率这么高，家长又该怎么样处理呢？这个奥密克戎后续引起到脑炎，为什么令大家这么恐怖？又分成两种种类了，一种就是忽然间侵犯到中枢神经，造成急性的脑水肿，这个真的大概几个小时就离开人间了，这真的是令大家很担心的。另外一个就是当它影响到脑部的时候，它的速度或许没有造成你急性脑水肿，但是它就是这个癫痫啊、抽筋啊，然后这一种后续即使稳定下来，长期的后遗症也不安全也不好。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说要减少孩子转变成这个样子的机会，就需要医生跟家长两边同时努力。第一个绝对还是我们现在讲的打疫苗，有疫苗就去打，不要挑厂牌，莫德纳、 BNT 都好。我们大人很常常把以前自己打莫德纳的不舒服想说小孩子受不了，实际上外国的数据研究都认为说同样一支疫苗减量打在孩子身上，结果孩子发生不舒服的机会没有像大人那么明显那么严重。第二个我还是要强调的，任何一个病毒进去孩子身体里面，其实病毒量多病毒量少还是有差异的。如果这个病毒身边的人都是这个疾病，然后病毒进去没有做足够的防范动作，其实病毒量够多，它侵犯到中枢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所以打疫苗跟周边的基本防护还是要做到。再来呢，爸爸妈妈真的要跟儿科医师配合，你看到孩子发烧退退烧烧精神不错，你可以不要那么紧张。但是问题是如果孩子高烧不退，精神很差，幻视幻听，甚至于说有一些抽搐抽筋的动作出现的时候，真的要提高警觉，它就是进入脑炎的前驱症状了，这个大概就真的是要送急诊的了。好，那么马英九前总统这个蛮喜欢论证的，这一会儿他就说超前部署没纳入儿童，他怎么能不愤怒呢？他说这个陈时中自己说疫情控制得宜，蔡政府说有政府请安心，他说怎么能不愤怒呢？他说六岁以下儿童最快要等到7月才可以接种疫苗，他说他生气了哈。那么郭彦均他 po 文说呢，他的朋友跟他诉苦说很多孩子走了，好，这个对话是这样子，他说他们医院的主任快垮了，4月5号到现在都没有休息，天天都在病房救人，小孩越来越惨。郭彦均回说可怕的日子好严重，然后呢他又说他那个主任行医以来最惨的日子，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立刻引发群情哗然，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但事实上呢，这个到底多少个是不是涉嫌隐匿疫情，怎么回事郭彦均呢他PO 了这个截图之后，没有想到引发轩然大波他呢就写，他说错了啦，这个抱歉造成恐慌，他的目的只是要告诉大家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可不可以善待医护人员一点，我想这他这是好心啦。然后他就说了很多孩子走了这个应该不是说是要有隐匿疫情的意思我想请问一下亮君目前你选区里面的民众怎么看现在的疫情状况？目前其实大家对于现在的疫情就是说因为现在每天都8万9万，其实大家现在也了解说我们现在台湾有点像是说累个其他国家一年了，其他国家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这个高原期度过了，那但是现在台湾在这个高原期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接到比较多家长的担心跟焦虑，大概是两个部分啦。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小朋友他们如果学校有任何状况，或者是他们必须停班停课待在家的时候，家长他们变成说要留在家里照顾小孩，那包含说他向公司请这个防疫假等等的其实我们也会遇到说有些公司的状况好像也不太愿意让家长请防疫假，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困难，那这些家长其实也都会来跟我们澄清，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帮忙协助。那另外一个家长比较担心的是说小朋友在得到这个譬如说他如果已经是确诊的话，那他后续的医疗到底要如何处置因为其实在这样子这么紧急的状况底下，刚刚柚子医生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他高烧不退，大家家
长本来都以为说啊，这就是 Omicron 的现象，就是会发烧啊，所以大家都想说，哎，这个是蛮正常的。但是其实对小朋友来说，他确实症状他可能会进一步延伸到脑炎，所以现在变成说家长就会很担心说，那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必须要紧急送医？那如果送医的话，他是要叫防疫健车，还是要怎么样？最快的一定就是由119的救护人员立刻送到就近的医院来去做治疗。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总统嘛，前总统忧国忧民哈，说这造成人怎么不能不愤怒呢？李秉颖医师他说哈，哎，拜托哎哈，政党政治攻防对防疫造成干扰，会伤害国家跟个人哈。哎，创下你怎么看？基本上呢，在野党难免指指点点嘛。在野党指指点点，但是有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大家也没有兴趣听你讲任何政治的话。小孩子适不适合打疫苗？我相信国际上的公卫界都讨论了很久，美国其实也都有很多的状况，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是真的就是跟着动态走的。你在这个时候才想说，哎，你早一年打，早两年打，美国那时候也不敢啊。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子能不能打疫苗不需要讲这么多，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回到专业去，由专业去讲，你不能就是每天这样子去算，没有什么单日。但是另外一个刚刚议员讲的就很重要，如何处置，其实这才是现在所有的人，因为大家都发现说这个 COVID-19 Omicron 是随时在你家敲门的，身边都有人得到，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小孩子，如何处置，这才是政府该做的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里面你能不能做到，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在此时此刻大家能够觉得说碰到了怎么处置是最重要，心理上是最重要。所以作为一个台北市指挥官，我是觉得今天是不太适合的，不太适合是你的小孩子，我们希望他好好的平安，赶快去处理，但是你不需要讲成那个样子，还说要打119，还说什么你们吓到都快哭了，拜托，如何处置？大家很多人都有这样子。如果你连一个专业的医生，你给我的反应都是说你会手足无措。家里就两个医生了，怎么会那么紧张？如果连你都将心比心，你就知道说台北市民多希望你能够做到。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有亲人有小孩得病了，如何处置？我们不会像你一样惊慌失措。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怎么降低，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置，而这如何处置是从上到下。包含是，我不是希望说，当你知道说有一个亲人，尤其是老人家和年轻小孩子最有风险的嘛，我在处理他的时候，我还在上网查一查，打电话还不知道这次电话能不能通，如何处置？这个是像是你自称你是医学专业，台北市民希望你不要这么惊慌失措，你该很稳定的说，你家里人处理，台北市民你放心，你们也可以处理。如果你会惊慌失措，那告诉你，台北市民也会惊慌失措。好，那么不过呢，这个政府的步伐就是开始不断的要往前走了啦。哈，现在呢，这个除了我们要开始经济跟防疫共这个一起发展之外呢，连日本哦，日本其实也今天增加了30,000多例嘛。哈，他们6月10号开放外国观光团入境了，而且呢，台湾是低风险的哈，是蓝色最低风险区域。台湾入境日本免隔离免筛检，只需要提供3天内的 PCR。 林四必在问了，穷家那刚好啦，因为最近要去日本嘛，但是问日本说穷家那是好啊不好。我们阿中部长也讲了，下个月开放边境，境外本土染疫率都差不多6%的时候，下个月要开放边境了，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热的题目，叫做徐巧芯到底要不要公布他的密录器。那我本人是干嘛讲吼？我口罩揢落来吼，我拜托警察给我开单，我属性嘛是红线违停，我拜托警察5遍，伊啥个不爱帮我开单？到底为什么？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玄机在里面吼？5月19号1:30的时候，远景发现说，哎，有红线违停，要去告发了嘛？结果呢，他整件事情不料伊无开单啦吼，但是他把他的想法哈，在他的这个 Instagram 提出来了，然后呢？总而言之，他没有开单，他把他的想法写在他自己的网络上，后来就有人转传到 PTT 引发热议。他说这个人是他不认识的网友，后来查说是他的朋友，然后因为他看到红灯违停没有举发，又把事情内容、执勤内容放在 Instagram， 后来呢，这个人是转发的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就这样记得两支申诫，没开单，结果红惩处。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从头到一开始，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是徐小新说他被乌龙爆料了。整件事情到底是谁比较乌龙？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蛮难过的哈。为什么？我替那位基层员警非常打抱不平哈。
第一个那个基层员警，那确确实实他被记了两支申诫。那这两支申诫到底怎么来的？其中有一个因素是说啊，你该开单而未开单，好，那就必须要还原整个事情现场。到底是他真的不愿意开单，还是说现场他有面临到怎么样的压力？这个我们不晓得，所以必须要由事情来还原真相。那我们都很清楚，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警察为了避免执勤的争议，他其实都会执勤的时候带一个密录器。这个其实不叫密录器，这个其实就是执勤的时候的一个记录器。那这个就跟我们一般设这个监视器一样，平常一般没有争执、没有争议、成平时期，不会有人去调这个所谓的这个监视器来看，除非你就发生争议啊、有抢案等等，那当然这个监视器就要发生功能。同样的，警察用这个执勤记录器一样，平常没事谁会去看你这个执勤记录器？不会，就好像我们行车记录器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已经发生争议了，因为这个员警他到底是真的他不开单，还是说他开单过程中议员有跟他明示暗示、直接或间接的施压导致他不开单，这个部分已经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厘清真相。那我请问为什么不公布？我再提醒大家，那个所谓的执勤记录器啊，它并不是说这个员警自己买的哦，这是我私人的用品，或者那是这个徐议员自己买的，都不是，它是由人民纳税钱买的，它是公共财。当有争议的时候，当然必须还原真相。那我在这边也不是说一定是徐议员施压，我坦白讲，因为目前呈现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徐议员确实在跟员警交谈的过程中，他有把口罩拉下来，那这个动作就会引起大家很多的想法。第一个，因为现在疫情当头，坦白讲，你跟人家这么近距离讲话，你把口罩拉下来确实很不寻常。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说，员警看到你的身份之后，因为我要开单，我必须要清楚查明你的身份，所以员警要求你把口罩拉下来让我看是不是你本人，这个有可能。好，这是第一点。但是也有第二种可能啊，第二种可能是这个徐议员他把口罩拉下来说，我是议员，你看清楚啊，意思就是说我是议员，你敢开单吗？也有可能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所谓的如黄珊珊讲，好哦，你们议员只要露出脸就可以不用开单了、哦。我觉得当然不是啦，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是说议员，因为我们有质询权，有议员的职权，我们可以审预算等等，所以当然会相对程度对于这个可能基层员警或警方会产生一些压力。那就是因为担心这样压力，所以你必须把那个密录器还原出来嘛。那我今天在这边我都很持平讲，我也不是说一定是徐小欣的错，就像我刚刚讲，也有可能是他要求查明身份，要求你把口罩拉下来啊。但是真的也有可能是你拉下来是表示说我是议员，你竟然不管我，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请问大家，如果真的如黄珊珊所言，我真的是要保护公务员，保护公务员，当然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把密录器这个敞开啊。我跟大家讲哦，这位基层员警他已经被记两支申诫哦，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还给他一个公道，或者厘清真相，把所有的责任划清楚，这个对基层员警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基层员警以后说这哪有什么道理，我如果遇到这个议员，然后我可能是受到他的施压，然后我不敢开单，然后这个过程中我到最后事情爆发之后，我还被说那你就是因为不敢开单，所以我必须记你申诫。我坦白讲这个不对，那对徐小菁来讲坦白讲也不公平啊。徐小菁也许他可能我真的没有施压，我只是说哎、欸，我拉下来，我受你的要求，我表明身份，好，我就是徐小菁这样子，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我先告你啦，你如果现场发现红线围屯，你已经底下出力啊，一开始是不是徐小菁先生出来？后来为什么换徐小菁本人出来？为什么？啊，如果警察已经要处理了，为什么最后他没有开单也就算了，他要在自己的 IG 上写这件事？那心里可能有委屈啊，对不对？心里可能有委屈，觉得不爽啊，你如果是很高兴遇到徐巧芯偶像，就想要叫他签名而已，他这样车子我停都不爱给他开单，所以他有什么下跌，所以徐巧芯他如果觉得他是冤枉的，他应该要求公布密录器啊，说哎、欸，我一直拜托你开单你不开单的，如果真的是如他所言，他应该要求公开密录器才对啊。所以我觉得黄珊珊昨天讲那句话简直是鬼扯啦，黄珊珊说他是为了保护公务人员所以不能公布密录器，你在保护谁？
你在保护谁？你讲清楚嘛。你是保护基层员警吗？基层员警真正是真正的公务员。也许你可以说啊，议员也算广义的公务人员，那没关系。那你也可以说我要保护徐小新啊，也许要证明他的清白。但是你讲说因为保护公务人员，所以不公布密录器，这根本是完全鬼扯的话。其实这件事，不，基本就是有仇报仇，无仇人心退，你知无？林颖梦跟他是有过这个争执的嘛？他直接说徐小新很爱贴自信影片呐、啊，为什么这一会儿不贴了呢？为什么有影片不贴了呢？之前他跟林以梦有事情的时候，这个十分钟马上所有的影片通都贴出来了，为什么不贴？甚至现在还传出说，是不是有拜托议长出力了，不要公布录影带内容呢？那一开始就是说，他先生如果我们讲常态了，就说他可能在那个红线。我是觉得那个停了蛮大拉拉的，因为整条红线就他那台车停在那边，我觉得蛮胆大的，因为我自己开车我不太敢停那么明显的红线、啊、除非前面还有车停我还敢停，不敢停，因为红线是零停哦，连停都不行哦，所以说他车停在那边，然后到对面餐厅吃饭，然后他先生出来，如果说哎，反正我被开，我认命了，我就单子拿着就走了，为什么徐小新后来要再出来？那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徐小新看到这个情况，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是避嫌的话，就让你先生接受罚单就好了嘛，你不要出现嘛。然后你出现之后，你又把口罩拉下来。然后据了解，那个警察，因为徐小新他是常常上节目了，我相信那个警察也认识他，所以因此而没有开单。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就是说现在大家争议很大，就在说，虽然你可能没有说你不要开单，可是当你露出你的脸的时候，那警察可能会觉得说啊，我怕麻烦。或者我开的单可能到时候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他就干脆就不开了。嗯，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为了要让这个事情能够就是说清楚，把这个密录器公开，我觉得如果到最后证明徐小新他的确是愿意接受开单，那我觉得也还一个清白。但是其实整件事情到后来，徐小新他是补了个单了嘛？嗯，他补了一个违停的单，他补了一个脱口罩的单。嗯，但是这个警察记两字身阶，他过去是一个表现不错的警察。详细的状况我们有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整起事件呢，因为徐小新是高声喊冤的那个人，我在这个林颖梦今麦咧报询哈一下文章，他说徐小新被质疑施压当天，他就在脸书公布了这个当事员警的姓名，让粉丝公审。还跑到信义分局要求对质，所以呢，他说如果徐小新影片能公开的话，他早就迫不及待公开了，根本不用大家催，催到现在到底为什么不公开？苗博雅哈，他说呢，因为警察是当事人，所以影像要公开才能厘清疑义。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影像不公开？所以于是就有人说呢，因为徐小新疑似是找了议长陈景祥去介入，不要公开这个密录器的影像。但是议长办公室今天说没有啦，议长是有找徐小新来了解事情啦，没有所谓的施压，只有关切。施压跟关切总是只在一线之间哈。那么信义分局直接说各执法哈，没有要提供这个画面了。所以整起事件到底真相是什么？现在各说各话，其实双方都受伤了哈。我们来看 VCR。这个违停案嘛，那因为大家觉得说好像是有疑似议员特权的感觉。台北市议员徐小新违停争议延烧，有议员看不下去，指导议长陈景祥办公室。因为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爆料，徐小新为了不公布远景密录器，找上议长陈景祥帮忙。徐小新呢，说去找陈景祥议长哭诉，哈，说是叫他施压给信义分局不要公布密录器，因为民进党人正常正派，他说他确实有跟徐小新谈到这个问题。那我就问他说，那密录器到底应不应该公布呢？陈景祥哈议长是说，该公布的时候就要公布啊。按照周玉蔻指控，徐小新找上议长陈景祥，就怕影响他的政治生涯，拜托他施压信义分局不要公布密录器，致电陈景祥办公室，证实确实见了徐小新。只是周玉蔻指证莉莉，但徐小新一反是。发当下几天辩护，直接审议。
徐巧芯研究室门直接上锁，记者打电话传讯息尚未取得回应，脸书发文停留在25号。不过始终强调未使用特权的徐巧芯被质疑，难不成真的施压警局，却没出面替自己说分明。徐巧芯议员的案子非常的吊诡，信义分局又再一次的做了特殊处理。据我这边知道，我非常确定真的有这个公文下所知的至少就有两位以上。信义分局说不可以给的原因就是说当事人没有同意，电视上面用这样的事情让公务员成为他上节目的一些工具。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公务员。口中的保护公务员指的是基层员警还是谁？但议员林亮君一查就发现，这名员警从警至今记功6次，嘉奖529次，过去没有惩处记录。这回因为违停事件吞2只生戒，如今多位议员呼吁应该公开密录器还原过程。为什么记2只生戒？哈，这个亮君你有咨询吗？对，是先说第一个，警察做错了，因为他因举发而未举发，红线开单就要开。为什么？根据这个徐小新的说法，是徐公姐姐给亏嘛？对，他现场是说有让他开，但是后来这个员警他后来没开。那警察是很仰慕徐小新吗？为什么不开？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说密录器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这个员警哦，我去调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说，他其实从他这个2017年担任警察到现在哦，就总共被记了这个记功6次，然后嘉奖529次，而且呢这么厚厚一叠，全部都是他因为这边可以看到说他工作勤奋啊，甚至有侦破刑案哦，查获杀伤力之枪炮弹药等等的哦，然后以他的资历得到500多支嘉奖是正常还是都优于正常？所以是非常优秀的，是优秀的警察，是非常优秀的员警，而且不是说只有这个账面上的这个他的奖惩记录而已，是在那个信义区哦，其实那边的里长哦跟官窟哈一顶都五十塞，然后我就有听说里长就有讲说，那这次开单的员警是谁？哈，那是徐某某，他说他开单都很硬，所以这表示说金拍桥哎。对，这表示说这一名员警其实不是说只有单就他在奖惩记录上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员警，他在地方连里长都这么说，可见就是说他在执勤以来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严格执法的。那到底为什么在5月19号这个下午短短的这几分钟时间，这个员警跟徐巧芯以及这个另外一名男子这中间的沟通过程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让这样子一个一直以来是严格执法的警察在最后因为什么关键的因素而没有开下这一张单，最后还吃下了他人生警戒第一次的2只生戒。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现在大家关注的重点嘛。所以黄珊珊说要保护公务员，我们要保护这位员警啊，为什么连里长都说他很硬劲拍巧的人？没有错，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昨天黄副市长讲说徐小新又口口声声说什么，说他有就要开单啊，有时候你的那个讲话的语气，你说啊，你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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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说你叫你开哦，你要不要开？对，密录器。我这样讲，我说你开啊，谢啦。而且现在你开开看，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是，现在大家好像说密录器只有信义分局有，我要告诉大家，密录器徐巧芯手上有一份。为什么？据我所知，徐巧芯手上有一份。那他为什么不公布？他不是很爱公布内容的？他是可以公布的，怎么确定他有？巧芯。这个根据可靠消息指出啦，真的，你是说你平常要了解案情的时候，警察都不可能给你 copy， 都不会给民众，也不会给议员。那他现在有 copy 了？他现在手上是有一份。他为什么会传出议长帮他抢？他手上有一份。议长说他有关切没有施压。我昨天关切跟施压要怎么分？昨天帮我有去找议长哦。那议长是说，确实他有跟徐巧芯碰面了哈。那就是反正议长就说啊，那这件事情如果有什么状况，你就自己跟大家说。那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今天这个影像大家真的认为这个个案比较特殊，要把这个档案拿到议长室大家来看，我也没有意见。我就是说你不要到我研究室嘛，那不然我们在议长那边当议长做主，然后我们现场大家看完没事就没事了。然后议长说他其实自己也没有看过那个影片，那我就说那既然如此，要不然议长你去问问看乔新议员说他不愿意公布的理由是什么，那不然请议长你直接跟信义分局要那个影像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要不到，就是在过去所知啊或处理服务案件到底是谁在怕谁，遇到这个案件全部都转弯，全部通通失效，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徐巧芯不是光风霁月光明磊落
不让人家乌龙爆料。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今天如果觉得说他是清白的，那他都也没有说向原警施压的话，他大可以要求信义分局把这个密录器影片公布，但是他却不要。我认为，如果按照最近哦柯市府跟黄珊珊的讲法，我认为比较像是市府已经正式将这件事情定掉了，认为说他是要保护公务员，可是公务员到底是谁？如果今天要捍卫我们的基层原警严厉执法而不受任何其他职权身份的这个官说或者是特权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影像公布。想想看哦，一起讲言道的人啦，啊，一事发过程现在各说各话嘛，哈，一次之后写 Instagram 刚。就显然是宣泄心中的状况嘛，这整件事情不言可喻嘛。我这样讲哦，我觉得徐小欣议员他给不给到那他的事情，不是徐小欣，他是那个警察、啊。对，那我现在就是说我其实我是心疼这个警察，我必须这样讲哦，那个警察他是扎扎实实被记两支申诫，我跟他讲两支申诫对他的意义是怎么样？他可能今年年终奖金他可能就会打乙等啊、哦，或者是丙等啊、哦，反正他就是年终考绩一定影响到他的年终奖金。然后大家知道，这个警察升迁是这样，警察升迁一样很困难。警察升迁是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想想看，他拿那么多嘉奖哦，他拿那么多是一个很认真很拼，我相信他一定很有上进心。可是他未来升迁卡不好，就卡在这两支升阶里面，或者这个警察就觉得，哎，这个他的长官觉得啊，你这个可能执行态度有问题。那我必须要讲哦，我这个密录器的内容，请问它是列为机密资料吗？请问他是市府列管的机密资料吗？为什么我议员跟你调这资料调不来？你告诉我，你黄珊珊告诉我，我议员跟你调资料调不来，凭什么？你告诉我要一个理由啊！我跟大家讲，最扯的就是说，你竟然可以说议员跟你调资料你不给，然后你说哈，我为了保护公务人员，你为了保护哪个公务人员？博文，你息怒，我念给你听好不好？黄珊珊怎么讲的哈？部分媒体民意代表利用这起事件上节目。把公务人员当作上节目的工具，这样的行为不妥。站在北市府的立场，会保护自己的公务员。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就是不给你炒作的。他这样子讲，那他保护哪个公务员呢、啊？他的基层原警，他的基层原警被记了有什么保护啊？对嘛？他到底是保护公务员还是保护有科议员？谁讨啊？被保护的结果是被记两次申诫，这叫保护。那没有保护是记之大过，对不对？这个说老实话，我认为台北市政府的处理实在很糟糕，就是 你听到黄珊珊这么讲，你生气；你听听柯文哲讲，你会不会更生气？有人问说，警方是不是自己人追杀自己人？请问警局惩处的理由，密录器到底是保护谁？记者给那我们柯文哲哦，柯文哲他讲，有时候选举到了榴弹试飞，徐小欣违规停车有罚钱，罚了900块，被人家说没戴口罩，已经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也罚了3000块。至于警察被记申诫，他会再问局长。他说选举到了，要坚守依法行政，才会减少麻烦。你听了不会更生气吗？ 我认为柯文哲这个更是神奇了。他是台北市市长，台北市的议员跟台北市的公务员有事情要厘清，那台北市市长好像一个非常局外人的态度。但是我个人认为，以徐巧芯议员的身份，你是议员，在警察开单的时候，你只要一开口就是瓜田李下，对不对？因为人家就照常，如果你觉得认了那个开单，老实讲，谁没有被违规、哦、开过一个小单？这个我相信开车族、哦、在台北市这个不好，我们不应该红线停车，但是多多少少大部分的人恐怕都有这种违规的记录，那就这种违规呢就承认错误，下次不要再犯。你只要一开口、哦、就是瓜田李下，对不对？因为如果你甘心乐意或者是说愿意接受这种裁罚，你何必啰嗦，对不对？就跟刚才、啊、这个博文议员讲的，你就把他单子拿回来就好了嘛，有空再去处理再去缴就好了嘛、嗯、那你现在出来要跟、啊、警员、啊、对话超过一分钟以上，对不对？看见这个监视器很明显的，你说你没有要施压，你会说你是赞许警员的、啊、这个决定、哦、这个不合常理。本来一干然后就是什么都没占压面，对，所以一个不爱给单子，一个不爱讲伊施压，伊什么都没给压面，这个心态你理解吗？他就是这个心态。我认为现在发现代志不要康闹太大了，哎、欸，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他马上公布警察姓名，给他的粉丝公审哎、欸。对啊，意思就是说，哎、欸，我很委屈啊，大家来公审啊，哦，闭路器不能公开，对啊，这个我很委屈
三民都问啊，这个警察的姓名要公布。那老实讲、哦、全台湾有多少个人、哦、你现在被警察开单，不管怎么样，你有那个资格，你有那个条件，你有那个胆量，立刻公布说是谁哪一位警员开我的单，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是一种这种心态，我们就不要讲是哪两个字的啦。那接下来台北市政府的处理也很奇怪，对不对？如果是警员依法执法，对不对？你就合理嘛。那现在来讲，密录器又不公布，然后又记两只生戒，好，这个对公务员来讲，将来他们要怎么做事？你说这位拿了那么多600多支嘉奖，对不对？500多支，你让这个拿500多支嘉奖的员警，他现在士气有多低落？其实整个基层的员警通通，而且这个警员应该是工作没多久吧，好像不到。他从2017年。对啊，当才五年嘛，对啊，五年算是一个很年轻的警察嘛。对，那你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警察其实他们的知识 水准都很高啦，他们基本上对于这种官说或者施压，他们是很不能认同的，越年轻越不能认同。嗯嗯，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对这个警察他的未来的、啊、他可能会从此就觉得、啊、我干警察干什么，我可以外面找别的工作，会灰心嘛，因为我今天是职工为公务而执法嘛。所以你其实问题不在大小了，关键在态度。900块，我不相信徐小新缴不出来，但是他，我也不相信。不是，你已经省了这900块了，你不能让人家忍一下嘛？对，你红忍一点嘛。今天是你对面对这个，你就不愿意让人家忍。对，而且这件事情，我反而是他后面的处置方式，对，在对反而是后面越来越糟。例如说，你去公布警察的这个姓名，你这是哎个资法、欸。而且你是要用你是整件事情搞到警察要被记三戒，搞到这个，而且你变成说你要发动你的同温层，你的粉丝去对这个警察进行怎么样肉搜吗？那今天这个警察他只是执行他的公务，好，那你要用这个方式去用，还要用霸凌的方式，那当然更不妥当。那我认为啦，为了区区一张900块的罚单，不要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跟台北市政府会赔下去。我觉得黄珊珊的那个发言是非常差的，而且柯文哲，你这个时候对于你自己，其实他也算你们的警察，也算你们的员工啊，你这种态度感觉好像就是我坐壁上观啊，我在旁边看好戏，这种态度我觉得对于台北市的公务员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信心打击。网友现在怎么看？网友现在是说没想到市议员是可以用脸消单，是不是？亮君，你的消单消得过消不过？这现在都没有人在消单，只要有红线进来的，然后或者是各种罚单进来的违规，我都跟他说不好意思，麻烦你要去缴钱哦。真的是现在这种事情更没有了。这件事情因为开车停车违停的，以自己把车开走，她老公刘彦霖嘛。那事实上呢，她以前刘彦霖认识她很久了，她不太会骑车跟开车。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没有在骑摩托车，开车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在开。她自己停车停在红线这边，那你看红线这个事情上面是怎么样？在这个两边，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哦，两边全部都是红线，是单行道。嗯，这个脚踏车这个位置就是他们大概是违停的这个地方，基本上不会有人敢停在这里啦，因为你会直接挡住别人的出入口进出，而且你的车非常高几率会被别人碰撞到，所以正常爱车的人都不可能停这边。好，那你觉得对于开车行驶习惯比较不好，你喜欢这样违停，那就是无所谓，负起相当的责任。可是重点是在说徐小新冲出来这件事情，徐小新他待在餐厅里面好好的把饭给吃完，这件事情就没事了。重点是徐小新冲出去，为了900块，那他冲出去这件事情关键在于徐小新他的一开始说辞是因为他在吃饭嘛，所以没有戴口罩，他就冲出去就忘记带回去。但是后来远景被惩处之后，有很多警局那些基层人士就很不开心，于是乎就跟自由时报那边呢去讲出新的一个讯息，徐小新是当着面远景面把口罩拉下来的。为什么？为什么？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face ID、嗯、这个人脸辨识哦，辨识到他的脸的之后的话就可以把单给消掉。一般来讲就是看到荧幕被解锁嘛、欸、他有说他不是有一只呢、欸、对，他不是有一只呢那个什么天那个什么朱立伦送他的 iPhone 13吗？我可以解锁嘛，脸部解锁，那解锁那样单就消失了。但是啊，事实上说回来，黄珊珊说要保护公务员，没有讲错，他却在保护公务员。保护谁？保护公务员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跟黄珊珊自己，因为这事情最大得利者就是民众党啊。民众党跟国民党是竞争关系，徐小新是整个蓝营青年团里面的一个偶像，是把他当战神在看。然后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一般常理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吗？你觉得你这个说坦荡荡就公开，在场两位议员如果卷入这样的一个事件，一定第一时间说要公开，自己有影片一定马上自清，怎么可能就躲起来？所以说这对于蓝营来讲士气影响非常的大。
那当然得利者最多谁？就民众党，民众党所以民众党刻意也不让你公开这个。对，他说流弹四射是民众党让流弹四射，对对对，他故意让你名单四射，那对徐小新本人不会有伤害，因为复数选区里面深蓝的觉得说，哇，你敢去跟绿营的这样对骂啊，很有骨气啊，这很有士气，所以深蓝都会继续投给徐小新。最惨的就是那种要走中间路线的国民党那些议员，全部都被流弹给射到，所以徐小新现在会有群众压力。国民党的议员都会去骂他说，欸，你不要这样害我们，这样很难选啊，说不定连议长陈景祥都会落选，欸，你这样搞下去。所以对于徐小新他现在就不敢回应这个事嘛。可是你回来看说，大家在乎的不是什么900块违停，甚至也不是口罩那件事，而是特权啊。你为什么一个台北市议员在一个这么重要地方用特权，甚至更鬼扯的是连柯文哲还有整个信义整个分局长到局长一直在那边说什么，哎呀，当事人同意。结果你去查说内政部警政署的一个法规，警察机关执行的使用这个摄影机的这个要点，里面那是想说什么呢？他说呢，基于呢这个公务必须调阅的话，要有申请表用途，然后给这个分局长以上的长官核准。然后在第六条里面有讲说，包含说新闻媒体舆情说明。这个是要件，里面没有半个字，没有半个字讲说要双方当事人同意，这个就是他们瞎掰出来的，突然间自己掰出了一个，说什么需要当事人同意才能公开这种诡异的说法。到现在为止啊，我就必须要去呼吁，是说呢，当地的这个分局长啊，包含台北市的警察局长，一起出来讲清楚，你所谓的当事人公开说明，哪一个法规，哪一个执行要点？如果没有，不如这样找了，你现在直接去定一个啊，你事后诸葛去定一个规则，从以后开始。只要双方当事人的话没有同意，就不能公开密录器。Oh. 你敢不敢定这个规则嘛？哦、oh. ，你不敢嘛？对啊，这个事情是他是为了徐小新开了一个特例之门。他多次哦是查获到有杀伤力的枪支，他不怕去查犯人的枪，但是不敢给徐小新开单呢。哇，这徐小新真的是让人多惊，让人多惊慌。据传是说那时候徐小新拉下口罩的时候说：“你开单呐、啊，你开单呐、啊，你开单呐、啊。”那远景他原本是不怕，你这是模拟画面是不是？对，模拟画面。如果远景原本是不怕查黑枪的，很多人身上有枪，他去查临检的这个时候，他是可能会直接被开的。他不怕，他既然怕徐小新，所以徐小新为什么不想要公开？因为这可能是这太可怕了。公开他当然应该怕，他现在两支申戒了，欸，对，那这两支申戒对他影响有多大？所以他怎么能不怕？他们说是什么？哇，保护当事人。远景他就是心里面觉得他想说不开息事宁人，没有想到徐小新生命都被架扬兵。对啊，远景又要省这900块，又不准人家说他。远景他在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事，认真执勤，但这一次他没有开这个单，他是受到非常大压力才有委屈，才要去跟朋友抱怨。结果这警局竟然说，哇，因为你跟朋友抱怨，没有说那个是你朋友，所以我记你两支申戒。怎么会有这种道理？你不去解决问题，特权的来源，你竟然是针对吹哨者去做处理？我觉得这对于整个台北市的这个警戒来讲，是非常大的问题。他就是吞不下去，他没办法开那个单，所以他回来透过 Instagram 来抱怨。没想到巨匠红修理两个申戒，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我记得这个徐小新在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他形容。节目有一个节目主持人说人家恶心，他用恶心这两个字来形容人家。我现在想要问你，你的作为恶不恶心？你说别人恶心，你种种作为恶不恶心？好，信义分局说，现在大家想要知道真相，如果这个警察是，如果这个警察真的就是已经人家叫他直接开单，他为什么不开？他为了这一张不开的罚单，他被公审，他现在被记两支申诫，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所以刚刚讲说为什么怕为什么黑枪查黑枪的警察连黑道都不怕了，他怕白道徐小新，为什么？好，信义警分局说依法不公布。刚刚亮君有告诉我们，就你的了解，事实上他徐小新本人是有一份 copy 事发当时密录器的 copy。 那徐小新你说徐小新曾经公开说针对是否公布密录器尊重信义分局的决定，好，你现在是不是呼吁他？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应该要直接公布？他自己有一份，他自己可以公布，而且他是议员，而且他也是当事人。如果按照新宇分局所说的话，当事人要同意，那徐议员你就同意嘛。那同意之后，大家这个影像公布出来，自清之后没事就好了，何必这件事情闹得这样满城风雨？那再来就是说，大家对于密录器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提供？我认为警察局就是两套标准啊。在今年3月的时候，曾经爆出一个案子，就是松山分局他在八德路。
查一个违规回转的车辆，那这个车辆呢，就是双方这个车辆是 女车主，那双方呢，车主跟这个员警其实对这个开单的内容都没有意见，但是现场有另外一个第三人，叫做台北市的市政顾问谢俊州谢顾问，当时现场当然有跟这个警方有一些当然有一些言语上可能有一些小冲突，那这个事件其实刚开始也都没有人知道，是后来有人去跟媒体讲了，那新闻记者再去跟松安分局要这个影像，结果松安分局就给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公布，现在不能公布呢？我真的很想问黄副市长你这样子讲，到底是在保护基层公务员，还是在保护有科议员？这件事情其实简单来说，秘录去公布，大家就水落石出了。所以你是说谁是有科议员？有科议员徐巧芯一直以来跟台北市府这个关系都非常密切，也都很好啊，所以我一直说在这个状况底下，他到底是在保护基层警察，还是在保护特定的议员，这才是让我觉得最困惑的事嘛。我们也想相信巧芯啊，否则现在全部的民众都认为明代就是特权仔，我觉得这对台北市议会的声誉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他警察是什么时候被记升戒的？警察的升戒现在流程还没有跑完，对，但是他就是回我的公文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讲说，他就是因为总共有三个违失行为哦。第一个违失行为就是说，他依照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他没有现场来告发。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在勤务中非因公共使用的电子设施，他到他的 App， 也就是他的 IG 发动有关勤务内容的限时动态。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他坚称与爆料网友互不相识，隐瞒事实真相，衍生不良事端，那这三个违失行为合并来记申诫两次哦。但是我必须要再提醒一下，就是说，其实在5月23号，就是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分局长、副分局长、三张里所所长曾经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报告。本来他们除了申诫两次以外，还要再记一个劣迹。因为我刚刚讲的这是三个违失行为，对不对？本来第一个违失行为因开单而未开单，他们本来要记一个劣迹。劣迹是六个劣迹换一支申诫。本来应该是两个申诫加上一个劣迹，三个违失行为分开来去做惩处，但是后来只有记两支申诫。我也是警察，我也是领，我也是怕议员不怕黑道，我遇到黑道我就是有是黑是非黑白，我就是站在你的这边，我今天遇到议员我不买你单，我直接开单，我不看你的 Face ID， 我直接给你开单，你会不会怎么修理，你会不会回去上级长官那边修理我？我今天是看到你不干那样，为着高八块那不喝，我卖开单啊！今麦我红计生计啊，我够代志啊！所以我看警察不怕黑道，只怕你们白道，创下、啊。徐小芯为了900块不干两件的警察，那红计两只生计，一没拍谁，他不觉得很恶心吗？其实我觉得徐小芯现在最好的做法是根据他议员的职权，在议会执行信义分局的时候，徐小芯直接说，因为他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嘛。然后也被议会被人家讲说议员是有特权的，为了保障议会，徐小芯公开在议会里面要求公开在议会里面，这个徐小芯一切都解决了。你们判断徐小芯会公开这段秘录器吗？我会建议他就直接质询嘛，对不对？对，你给他一个方法解套了。对，这个他会公开吗？这个对于他，我是觉得这个对于他选台北市议员没有什么影响了，因为我们是大选区制。但是如果他未来要再往上走，比如说立法委员，那只有一席哦。那这个东西对他就可能会有影响、因为这个不可能船过水无痕啊，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未来的政治路来讲，这件事情还是会有影响。所以我说王鸿薇现在是搬着板凳看戏，因为他们讲的目前是党内下一任啊、对，没有错，因为很多人说徐小英这个的确是马家军嘛、那未来来讲也有可能选立委啊。我觉得选立委的确像范老师讲的，这一定会有影响，因为呢，你选立委就算是在那种很蓝的选区，大家问说，党内也有别人要选、对不对？谁说党内就不会有对手？你看像桃园不是党内大家争得厉害吗？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件事情，刚才慧敏说他会不会要公布秘录器，他一定不会要公开的啦。要是他有那个自信可以公开秘录器，老实讲这件事情通通都不会发生的啦。所以我相信这个大概高级黑了，最后结果就是罗生门啦。那警方可能说这个秘录器因为也不是重要刑事案件、可能也录得不完整等等，这件事情最后就、没有办法透过秘录器的公开而得到真相。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民意代表、这边我们有两位民意代表都是很优良的民意代表，就是这种事情、你出来开口
老实说，你就已经有瓜田李下的问题，你对不对？你这个就有官说或者是施压的可能。你好好的啊，让警方开单，然后你自己再去缴，这个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负面的声量，老实讲，你付出的损失哈，不要说九百元了，九万元、九十万元，我看九百万元哦，恐怕都没有办法挽回了。好，广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来看哦，这个也是目前会不会进入一个双输的一个局面呢？俄乌战争目前呢，这个乌克兰要公布哈，确实是让这个俄军损失惨重，俄军现在呢也要招募更多的新兵，承诺绝对不会到战争热区，有可能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乌克兰啊公布的一个最新状况哈，它逐步的有机会来收复乌东了哈，哪些最新的战果呢？哈，这个乌克兰文翻译成中文叫做阵亡，俄军阵亡大概有29600人，摧毁的战车1315辆，装甲车3235辆，火炮系统617门，多管火箭车201辆，还有93组防空系统，这是他们公布的一个战果。那么有5艘军舰被击沉了嘛？现在丹麦要支援鱼叉飞弹，也影响到了他们的黑海舰队。另一方面，现在传出哈，因为他这个太多装甲车受到了影响，现在传出呢，他们要把60年前的 T-62 老战车解封上阵哈。网络上现在疯传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要用这个火车来运载这个老爷爷现身哈，60岁的 T-62 来这个前往前线哈。那么乌克兰放出的消息是说，俄罗斯打算用此来组建新的营级战术群。目前哈，俄罗斯军方有2500辆 T-62 战车的库存，大部分是1960到70年代制造的。但是80年之后呢，有针对这个战车来进行更新。哎，国成大哥，你看起来不像60岁了，但是你对这辆车好像是蛮有研究的，有故事的这辆车。这种战车哈，是过去苏联时代的主力战车哈，它的故事很多。啊，这个苏联呢，当时啊，为了对抗西方哈，在1960年代大量生产。生产了好几万辆，还把它援助给其他的国家。所以呢，其实啊，对西方国家哈，甚至对一般的军武爱好者来讲，它的性能啊，甚至于它的操作、它的构造哈，都不是新鲜事了。那这种战车哈，最早推入实战哦，是1973年哦，很久以前了啊，第四次中东战争，珍宝岛。它更早，它1969大规模出现是19731969是真的就出来了。那这个战车呢，其实哈，在当时苏联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说呢，它的体积啊，要做的矮一点。好，以免被这个西方的炮弹打到，矮一点哦，就比较可以隐蔽。然后呢，这个壁虎就对了啦。对，炮塔也做得小一点哦，减少它的那个备弹的面积。这个备是棉被的备，就是打比较不会打到了。但是哈，就是因为这种设计哈，让它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小。好，所以呢，在当时苏联哦，要挑这个战车装甲兵哦，操作 T-62战车的哈，要挑那种地虎型的这个士兵，就是身高160以下。好，这个在里面哈，才会比较有办法有那个空间来操作。俄罗斯要长160以下的男生不多吧？其实是不好长啊。那这个其次的，因为俄罗斯天气很冷，再加上战车本身里面体积比较空间比较少，所以呢，它的一些相关战斗以外的装备相对就比较这个不重视。当时呢，1973年他到中东战场去打仗的时候，埃及跟叙利亚都有使用，结果这个以色列跟他打一打，发现这个看起来前面有一排 T-62 很完整啊，这个就很担心说他会不会就是要开炮，结果想办法接近之后发现空无一人啊，已经丢弃了。为什么丢弃呢？好，后来呢，这个俘虏到了叙利亚跟埃及的装甲兵说，因为里面没有冷气，那空调设备不够力，太热了，所以开到这个还没有被 敌人打中，已经中暑了，快被热死了，已经中暑了，所以没有办法再作战下去了，因此呢，只好抛弃。好，这场仗呢，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是说，俄罗斯损伤的已经是29600名了，但是呢，这个普丁他有去探视他的伤兵，他说呢，就是他们这次的行动对平民百姓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他们的数字是总共在乌克兰受伤的俄罗斯英雄是3825人，
上升的是1351人，但是数字是两个月之前的3月25号之后完全没有公布任何消息了。这一会儿真的是可能把老爷战车给叫出来吗？至少乌克兰没那么热，不会中暑弃车逃逸。我补充一下，其实这是中国的很多的学生都要去瞻仰的，叫做 T62 战车。嗯，这个照片是在中国北京的军事博物馆，这个是中国非常骄傲的，因为珍宝岛我们知道打来打去呢，就在抢这辆战车，就是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嗯，毛泽东跟赫鲁雪夫打的就是这台战车，所以 T62 中国就把它当成是他们的战利品，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一个老旧的战车。而这个战车老旧到什么程度呢？它其实啊，因为它的引擎它要需要有速度嘛，但是到中东战场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被以色列的百夫长冲进去之后左右开弓一直把它打掉？嗯，因为它呢走一走之后天气热，引擎过热，速度会变慢，嗯，所以本来是个坦克要往前冲的，突然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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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色列的百夫长就一直打。第二个，它的那个整个炮塔呢，射控立场滑膛炮，它是虽然加了滑膛炮，射控力不好，所以它的炮塔仰角不高，射击不准，嗯，所以这个样子。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嗯，因为中国拿到这个 T62 之后，中国很高兴，中国的坦克就是立项工程 T62，所以中国你现在要想一想，看到 T62过去之后，你中国的坦克车你要小心一点 ，T90已经被人家打掉了，嗯，你的这个96B、994坦克也是学它的，你现在中国的主力坦克也是学 T62的，嗯，你很危险。这个 T62都如果真的要上战场的话，这表示俄罗斯现在是山穷水尽了吗？可是他之前的这个从 T90、T80、T72都打光了，嗯，现在只能够用到 T62。这个阿公级的啦，哈，嗯，那我这比我年纪大，我终于找到比我年纪大的。对，就说这个表示这个俄罗斯的确，他现在这个我过去哈，对，因为他俄罗斯，他过去是以这个大陆军主义，嗯，所以他的那个幅员很广，所以他的装甲部队一定是他的陆军的最强项。可是现在已经打到 T62，就表示几乎精锐的武装甲车都被打光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死亡人数，普丁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哈。打仗打到目前为止，他第一次去军医院去看那个士兵。对，那为什么他去？因为他过去从来不承认有死伤，因为他认为他说他就是一个掩盖啊，是个数字，然后美化说，哦，我们这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牺牲的我们的人啊，我们的军人死伤很少，我们的这个战果丰硕。可是他为什么现在要去？因为已经纸包不住火了，就是死亡的人太多了，多到就是说多少的父母亲打电话打到这个。国防部去说我的儿子去哪里了，我看不到，我总要啊死要看到尸体，活要看到人，结果人看不到，你跟我说在前线通信不好啊，然后生死未卜，这种家属非常多。所以普丁要表达一个就是说，有啦，我有关心阿兵哥，不要把我说的是个冷血的领导人，我有去关怀士兵啊，你们不要，但是你看那个两个士兵站得直挺挺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受伤的状况，你好歹假装一下，弄个绷带啊，那个把那个手包起来，两个都是看起来毫发无伤，那一看就是临演嘛，临时演员。而且他在那个病房里面啊，你去看，一般如果我们是住在那个病房，我一定有什么日常生活用品吧，我总是有牙膏、有牙刷、有脸盆吧，有毛巾吧，嗯，什么都没有，那个内务柜啊，干干净净，就是临时啊安排出来，腾出来就拿来拍照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丁现在就在做这个作假，但是做这是演戏，但是演戏要演。画面一看就是集权国家的安排，对，还弄卡赫赫来迎接领袖。你看梁子这个啊，这个手贴裤缝，站得直挺挺，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宣传战。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确实现在必须要宣传了，因为他们的人手看起来是不太够了哈。俄军在乌克兰折损严重，征兵难上加难。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说呢，现在应征入保证。不会被送往冲突热区。官媒强调说，他们要再次正当性他们的这个整个军事行动嘛，说他们完全没有对乌克兰的平民百姓有任何威胁。好，他们进行的是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他意思就是说呢，他只有伤到军事单位，只有伤到军人，绝对没有伤到平民。但他把外国的画面给他的人民看一下，对不对？保证不会被送往冲突热区，谁相信呢？这我为什么要保证？你知道吗？因为《经济学人》在上个礼拜有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嗯，精彩在哪里？他们不是俄罗斯一进去之后攻占了车洛比尔吗？嗯，那攻占车洛比尔之后，后来他有去访问当时里面的人，《经济学人》里面，
哦，那个指挥官一去之后，他们也没什么事，就在那边待着。然后后来呢，要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个指挥官说：“我好不容易享受了一段岁月静好的日子，因为他在车洛比那边也没有战争，就过得很舒服。然后呢，那边的阿兵哥真的会感觉到什么？那个都是经济学人，他其实可以去看，这是亲自专访到那支占领部队。那边阿兵哥说，不是讲说乌克兰本来就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吗？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过来的时候，我们是收复失土，他们会拿着鲜花和牛奶来欢迎我们。结果没有想到到这边，但是他们至少是在车洛比里面，所以他们也没去战争。那被调，我们本来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角落，变成他们最安逸的所在。所以他们还想说，哇，突然接到命令，他们要调到顿巴斯那边去。那个指挥官讲了一个岁月静好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所以其实他们的人不想打。所以他们现在一方面解除了退役的上限，就是需要兵嘛。第二个要跟你保证说，我绝对不会再受到乐趣。其实你就看到普丁这个战争已经打不太下去了。可打不下去之后，普丁更怕是什么？被暗杀。所以他现在用他的保镖当了他的紧急事务部的部长。其实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只有三任紧急事务部长，第一位就是绍伊古。紧急事务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俄罗斯只要内部有事的时候快速处理，其实就是九门提督。所以他一直是绍伊古，绍伊古干了20年之后当国防部长，所以现在军事打这么烂，但是为什么普丁不敢把绍伊古干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上次普丁不是参加一个丧礼拿到红色玫瑰花吗？对，那一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极地参加一场演习就死了。但是你看普丁等了半年之后才赶快补上他的保镖当这个局长。所以其实普丁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他内部里面已经怕有人是再一次21世纪的俄罗斯莫斯科革命。好，这个不被奉往热区，其实说老实话讲这个已经是颠三倒四了。因为你现在当兵不送往热区，那热区谁去打仗？对不对？除非他现在马上就要退兵了，要不然的话这个军队，到前线总是要人去嘛。那前线这个节骨眼，曾斌有强调不会去，对，又不会去，那前线是谁？对对，是鬼吗？再送到车洛比去。所以这个讲这些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啦。实际上来讲真正要征兵，应该是说国家需要你，需要你保卫国家，现在要消灭敌人威胁我们的国家，用这种正面的角度去鼓舞嘛。现在说不被送往热区，那这样，那我不去参加，绝对不会被送到热区嘛？这种保证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代表说，他现在这个内部的这种政治宣传还是政策制定的确已经出现一些问题。恐怕对这个普丁来讲最重要的是这个政权的御林军是要考核的啦。对，现在有可能最发生的是内部的兵变，说不定哪个部队叛变，不想被送往前线，不想去打这种无谓的仗，于是叛变。所以现在征来的新的部队说不定是来拱卫中枢的，所以当然就不用被送往热区了。这个当兵如果不是送去热区，那就是去当，不是当兵了，那变成是当保全了。保全，这可能是真保全、或者是说我准备打到实在没办法，后方要受降，可能需要一些人来有一些队伍。其实当兵不要他现在讲说当兵不会到热区去，就好像当时大家在讲乌俄战争的时候，很多人是到前线去才知道说啊，你跟我说是演习就真的是打仗啊。这个其实都是用欺骗的方式啊。那我认为其实从这个乌俄战争里面乌方他已经公布出来说，我们现在歼灭多少，说30,000的这个俄军已经阵亡，然后有13,000辆的这个战车都已经被我们毁灭，然后有这个3万多辆啊，这个装甲车等等，这些通通都被我们打穿了等等。所以我认为俄军现在是几乎已经是杀红眼，而且没有人性，因为他本来想说一个本来2天要结束的战争打到现在还没打完。所以现在俄军我觉得非常可怕，就是说他们出现一些 很可怕没有人道的行为。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如果你说这个是从这个阳明山上往下看，哇，说那个中山北路啊，这个台北市的夜景好漂亮，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这个光光点点感觉很漂亮的夜景，对不对？其实这个部分不是所谓的夜景，这个部分是俄军现在已经用非常没有人道、非常残忍、非常残酷的所谓的真空弹，然后进行这边所谓的几乎是焦土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袭。这是被他这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打击。所以啊，这个非常可怕，这顿巴斯地区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那大家看一下
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这个所谓的真空弹有多可怕？嗯，我们之前一直讲说这个俄军担心说他搞不好会用所谓的这个小型核武啊，战略型的核武啊，他是没有用，目前为止是没有用。但是呢，类似这种真空弹啊，被形容成是说除了核弹之外最残忍、威力最强、最没有人道的所谓的真空弹，它这个炸下去威力有多强？当然，第一个大家很清楚，它会迅速的吸收那个地区的氧气。嗯，最重要的，我刚刚看到这个形容，他说它爆炸的威力会让这个区域寸草不留之外，极高度的温度能将人体气化。我的天哪，哇，气化，好，气化等于是感觉是直接蒸发。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真空弹它这个投下去之后，它会周遭在它还没完全爆炸之前，它会有很多那个碳离子，那碳离子带着高温，所以你在附近你可能还没被爆炸威力打到的时候，你的肺部可能就迅速吸入第一个高温，第二个所谓的那个碳离子到了你肺部里面，会让你的肺部迅速这个气化。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非常残忍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哦，当时俄罗斯在1999年底跟2000年初攻击车臣跟叙利亚时，他使用了这个真空弹，但是就是因为太残忍，所以当时他们就规定说，如果你使用这个真空弹，先不要管说什么这任何的这个是非对错，你就是犯了战争罪。所以我认为俄军现在确实是杀红了眼，而且是毫无人道的行为。好，我们来看这个普丁现在很多人说这个错误的决定，其实包括很多 各国的领袖都卡点外加公立麦克帕，但是他现在还是执意下去。很多人想说，这个是不是解决了普丁这个整个战事会解决一半呢？朗东，对啊，现在呢就暗杀行动。现在讲的是说呢，其实呢，普丁呢在这三月初的时候已经有被暗杀过这个一次了。这个是由呢这个乌克兰呢国防部的这个情报总局长，他是说呢在呢今年三月的时候，他是说是被高加索地区的人代表呢去暗杀了。但是呢这次的暗杀呢是没有成功的。所以但是回来就讲说，普丁总共呢是被暗杀五次。第一次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他去亚塞拜然接受访问，然后就有两个男子的话呢要去准备要去呢把炸弹去炸他，但是呢就忙被逮捕。第二次是更严重的，就是说呢，他总共呢在嫌犯呢在一个月后，他安插了这个40公斤的这个炸药在他身边，差点引爆，所以刚好又被他这个发现到。接下来到2003年2月的时候的话呢，又有呢有一个呢这个前俄罗斯特勤队的这个男子自称啦，然后就去用枪去狙击他。然后第四次的时候呢，一直到2012年，就他中间又过了几段的这个比较平和的这个时间，是有一个车臣共和国这个男子的话，试图呢要去呢攻击他的这个车队，而且双方发生了这个激烈的这个枪战。那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是说，他证实了一件事，就是呢当初在那三月初的这个时候普丁不是跟着他的国防部长还有一对官员开会的时候，哇，这个桌子怎么那么长？因为怕被暗杀了，才刚被暗杀完，所以说他就觉得很害怕，要隔得很远。还有呢，是说呢，在4月8号的时候呢，他去帮一个极右翼的这个议员嘛出席告别式，在教堂里面，结果教堂的人员全部被禁空。大家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就怀疑说他是不是很害怕。那现在这件事情拼凑在一起，就在一个月前才遇到真实的这个暗杀行动，那就变得非常怕了。那所以说普丁他现在当然是到时候大家说我什么，他抓这个椅子这个手啊，双手一直在抖，因为他是真真实实的接受过这个暗杀这个恐惧啊。不过我觉得最近呢很让人振奋的是说，乌克兰他们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一个创意，然后在整个战争当中持续在进步。现在的这个新的消息是5月16号的时候已经证实了，这个乌克兰说乔治亚这个士兵呢，用他们的自产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去载呢反坦克飞弹去突袭俄军啊。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消息就很振奋？因为这个车台湾也买得到，之前要考虑要买一台，大概19.8万大概就20万左右。那它的性能非常的这个优越。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它总共呢这个续航里程呢大概32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呢从这边开始骑，它可以一路骑到高雄，不用去插电了。那它这个是电，一次电从台北到高雄。对，它是有踏板的。那我先讲这个车子，这个车子它的是有前后避震的，它的原型是在于大家看到这种。原型是在于这种所谓的下坡车或是林道车，是属于越野计程车的越野自行车的一个分类啦。那这种越野自行车的一个特色是说，它在一些道路非常恶劣、很泥泞或是下坡的一些路段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它前后都有一个非常的这个高的一个避震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呢可以穿越很多险恶的地形。重点是说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它是不需要用耗油的，所以它没有味道。那些所谓的军犬啊，或者像它是足迹很难去追踪它，在一个没有气味的情况下，它的续航里程又
又非常的长，那他带的这样的一个哦这个反坦克飞弹的话，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是造成非常强大的威胁，而且这属于台湾完全是可以仿效。第一，台湾非常多的这些山林嘛，第二，你知道台湾的两大自行车厂商啊，就是包含的是说呢这个捷安特呢跟美利达，他们在做电扶自行车也是超强的、哦、这个在疫情期间在全世界都卖爆，这是很好的对比耶。你看现在传出俄罗斯要把它60年的老战车 T62 拿出来打，可是呢，乌克兰已经来到了这个电动车以小博大的事。没错，是你看以小博大，重点是什么？又轻巧。第一个哦，马斯克打了就跑，整个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计划、嗯，让他可以得到情报。第二个，他用这种比较小的、比较先进的，因为你以为说自行车是旧东西，不是？他结合了一个电动的这个马达，去把它整合在一起了之后，他电没了，他还是可以骑。但是因为啊，这一款它是比较重，大概70公斤左右，你要硬骑的话会比较累，但是可以硬骑啦。就是说呢，哦，你真的没电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撑一段公里。那其实像慧敏姐讲的非常好，乌克兰为什么可以以小博大？因为他发挥创意，他把既有的一些资源做高度整合之后，加上西方给他的一些先进科技一起来。所以说，俄罗斯虽然你觉得啊兵强马壮，可是他所谓的兵强马壮是属于50年前、60年前那样的一个武器，真正打下去之后的话，乌克兰还是可以屹立不摇撑到现在。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哦，不仅是对外的哈，他现在几乎站在了全世界的对立面，连呢不太愿意跟他撕破脸的德国，现在也呢这个算是割袍断义了哈，要决定这个提供给这个乌克兰武器。虽然目前为止武器还没有到，同一方面俄罗斯、俄罗斯里面的内部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麦当劳全面撤出了，最新的消息是 Nike 也要撤出俄罗斯。好，这个普丁的战略有两个，其中除了用能源来要求威胁全世界之外呢，他现在开始以粮食作为他的另外一个武器，他说如果西方解除制裁的话会让农作物出口。敏凤，其实他这个就是封锁了黑海的港口，然后在港口附近又买一堆水雷，所以那个导致乌克兰跟这个当地的粮食都没有办法这个输出口嘛。那这个东西就造成非常大的危机，譬如说以前可以运500吨出来的，现在已经减少到100吨而已，所以整个对于欧洲或是这个其他就过去仰赖乌克兰粮食的，或是谷物的、这个肥料的，然后食用油的，通通受到影响。这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联合国亲自出来要求普丁，你要开放黑海的港口，你不能再这个随便这样子。那泽文斯基也出来讲说，你普丁这样是做是没有人道行为的，就不人道的。你这个就是会继能源这个危机之后，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危机啦。那普丁。就装着说没有啊，你们解除我们的制裁以后，我们再来谈谈，我到底要不要给您开放粮食啊，或怎样？然后他说我们国内的经济很好啊，你们制裁没有用。可是事实上，他们人民的生活已经逐渐的改变了。就说譬如说这个麦当劳，其实他们在3天之内共同退掉世界三大企业，共同退出俄罗斯，一个是麦当劳，一个是星巴克，最晚的就是 Nike。整个麦当劳是退出850家的这个商店，然后星巴克是退出130家的商店，然后 Nike 它本来在3月的时候它已经暂停营业了，就是配合美国制裁，它在俄罗斯已经这个暂停营业了，可是到了最近之后，它就通通把它关掉。说以后再不用卖 Nike 了。那现在这个俄罗斯人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自己接手来做啊。然后大家就说就很好笑啊，那你麦当劳要怎么弄成标志啊，大家就网友就把他哭手，就说麦当劳的 M 少一半，然后画成 Z 啊，让他躺下来，对，让麦当劳躺下来，变成 Z 汉堡嘛。然后呢这整个又哭手那个肯塔基本来是 KFC 嘛，然后他们就说，把它改成 KGB 嘛 ，KGB 那么有名 ，KGB 比 KFC 有名多了。然后那这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事实上，这整个东西呢，就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忧心，就会让俄罗斯跟像芬兰总统就讲说，这已经导致俄罗斯跟全世界都已经脱节了。没错。然后整个俄罗斯的生活会回到1980年代到1990年时期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跟样态，所以这种东西不是对普丁，普丁也又在跟那个
白俄罗斯这样开玩笑，但是整个人民的生活都已经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像刚当时这个麦当劳关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个门口有很多人排队开始抢那个汉堡，买了好几十个，然后把冰箱都塞满，因为他以后再也吃不到麦当劳汉堡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啊，这个普丁实在是令人觉得真的好，因为这个黑海舰队是整个封锁住的哈，所以乌克兰的这个食物也没有办法运出来，现在受到冲击的应该是北非国家，而你发现到俄罗斯现在恐怕还是要继续重整他的黑海舰队。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我先补充一下，现在不是说麦当劳要撤出，其实对整个俄罗斯普丁来讲最大伤害是什么？俄罗斯有两个叫做俄罗斯之光，一个就是 AK-47， 另外一个叫拉达汽车，所以普丁很喜欢开的汽车就是拉达汽车，因为供应链关系，连这个二战时间都没有停下来的拉达汽车3月11号宣布暂时停产，然后他们的所有员工无薪假，所以这个东西对俄罗斯的伤害已经不是只是外资而已了，然后再过来呢，现在联合国不是希望他打通黑海吗？他不愿意，而且他重组了黑海舰队，上次他的旗舰莫斯科号被打沉了嘛，打沉之后，他们最近呢，上次是被误传，就是马卡洛夫上将号其实没有被打沉，所以呢，现在用马卡洛夫上将号当成是黑海舰队新的旗舰，所以普丁还是要继续去控制黑海，因为乌克兰大部分80%的物资，大宗物资是从黑海那边进去的。但是普丁现在呢，赫尔松到奥德萨打不下来，结果现在是美国就要开始帮忙打通黑海了，所以美国现在送去了一个准备把美国的一个 T-12 利中无人舰都要送到给乌克兰，就是放在黑海。这个利中无人舰呢，它呢是可以在海岸上做侦察、做征收，等于是前面海岸上的尖兵，知道去找什么？就是放到黑海之后，结果你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会被我看到。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尖兵呢？因为丹麦要给乌克兰整个那个暗制鱼叉飞弹，那美国新的一批要给的武器呢，里面包含了艾三就是防范黑海舰队打飞弹过去，然后要给海马斯，我们知道海马斯在台湾布在海面上是200-300公里之外，你的船舰舰队都可以被我击沉。然后现在美国呢又跟北约国家在地中海进行一个海王星盾2022，那是什么意思？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告诉俄罗斯，告诉普丁，如果你黑海舰队不自己解散的话，你恐怕接下来就被围歼。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是北约会出动吗？北约在警告了嘛，但是他给了乌克兰那么多的武器，是就是可以打掉你的黑海舰队的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说，马卡洛夫上将是俄罗斯的海军英雄，曾经是极地探险家，但是日俄战争的时候，他从西边去驰援，带着太平洋舰队在海参崴被击沉了，阵亡了。所以现在他旗舰叫马卡洛夫上舰号，好像对黑海舰队来讲也不太吉利啊。对，现在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讨论，我们要带你来看，您知道在南海。其实差一点发生中国解放军发射的炮弹打中民航机的事件，究竟怎么回事？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正当大家聚焦在俄乌战争的时候，您知道在南海也差点发生大事。这件事情是解放军，中国解放军疑似在南海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叫做 SLBM， 差一点就击中飞行中的民航客机了。这整个过程有被录下来哦。那个里面讲的是怎么样？突然这个民航机被要求说立刻左转90度，还好呢，这个民航机反应不错，马上左转90度。因为接下来发现中国海军从中国的海军潜舰上发射了弹道导弹。飞行员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发现一个 SLBM 确实从他们原先预定的飞行路径的海中出现了哈，是太离谱了，这是民航机的民航路线呢，对，怎么会射导弹？万一发生事情怎么办？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军做演习之前，包括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的飞弹在试射，都要先公布当地的这个区域是禁航区，不准任何的船只进入，也不准任何的飞行器进入这危险地区。结果中国竟然是在这个地方射南海射这个导弹，这个当然好，还好没有击中，要不然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是幸好这民航机反应快，危险的事情哦。那我们记得了，2014年7月17号，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一个马来西亚的波音777的一个飞机，它当时飞到了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界，
被这个所谓的三毛举的地对空防空飞弹给打掉了，就那飞机上283个人死亡，15位机组人员。这个惨案到目前谁干的？俄罗斯说是乌克兰，乌克兰说是俄罗斯，双方互当他刚好就是在那个顿内兹克那个地方，我们大家很熟了，最近很乌东那个地区。那这次那个事情就是因为一个飞弹的发射，结果没有警告，造成这样一个大量的人员的死亡。中国这次竟然呢在南海射飞弹，也没有做这个公开，啊，不是他这边秘密进行这个军事的演习，这是非常危险，这也挑动了南海的情势。我们知道南海本来就是中国在南海的主导礁射基地甚至在那边 部署这个军解放军，都引发了美国跟东南亚国家的不满。那这次这个事情呢，更会引发国际间对中国的一个批评。好，那这个时候呢，解放军竟然在或者在南海进行这样一个飞弹那个发射的话呢，会牵动整个南海局势。我认为拜登会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中国在南海的扩张上。好，其实有网友查了一下，发现说确实哈，中国海事局5月19到23号呢是有要在南海特定水域进行军事训练的。但是他这样发射飞弹，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基本上呢，你要做这个飞弹的设施，你都会公布一个区域禁航区，那叫靶区。但是中国这件事情呢，其实美国会更 care。第一个呢，中国做这件事情叫做马后炮。拜登在的时候他不敢做，拜登走的时候他是秀肌肉给整个拜登和美军看。其实潜射飞弹呢，是一个非常高的技术。潜射飞弹是什么？潜水艇呢，过去要射飞弹的时候，你要浮起来。但是你浮起来就被抓到，就被打沉了。但是美军和俄罗斯，前苏联啊，不是俄罗斯了，苏联比较强。苏联时代是苏联开始，所以美国也有。像美国洛杉矶还有那个俄亥俄级呢，水底下30公尺、50公尺，潜水艇你是查不到的。突然就打个飞弹出来，所以你这一颗洲际弹道飞弹防不胜防。所以美国和俄罗斯有这个能力。2017年的时候，当整个美国曾经秀过这个在水底面射。就是震慑中国，那现在中国呢，他们就做一个动93B， 动93B 就开始学俄罗斯可能有这个潜射的能力。所以他就是拜登走了以后，刚刚拜登讲说，你说你要武力保卫台湾，我就要秀给你看。所以他就在南海。但是美国会很在乎这件事情是什么，因为美国一直发现中国是在做一个巨浪山。巨浪三是由潜水艇里面可以打出来，打出来之后可以分成6到10枚的小型分核弹头，所以它的射程12000公里。所以如果它真的潜射能力成功了，那它将来只要偷偷的经过宫古海峡，到达了太平洋里面去，是随时可以袭击美国。所以其实它做这动作不是为了南海，它是在告诉美国说，你不要逼我。他有潜射能力，所以美国对这件事情很关切。那当然更关切是什么？所以你对这个事情也有关切，他们真的有潜射能力了，这是他们的一大进步，对不对？是的，是因为过去的时候，他们一直呢都在大连湾有一个潜射平台，是用动23改造的。但是这一次如果真的在南海这边，代表着是他们的实战的核子动力潜艇，恐怕是有这个潜射能力了。所以这个东西对美国有压力。那美国有压力，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呢，上次在96年的时候，他们就是故意放了一个他们的潜水艇可以浮起来可以打飞弹，然后美国就已经把他的航空母舰退后200海里了。那现在他也是做这件事情，那是做给拜登看，告诉你说，不过呢，你也看到是中国呢，好像呢也是有点没胆。如果你有胆的话，拜登来的时候你就射嘛，拜登走了以后才敢再射。不过这已经是高度警讯了，对不对？他这个其实哈，对美国的威胁当然很大，所以呢，他这个事先要这个试射哈，美日方哦，据说已经先掌握情报了，好，就密切的监控。他当然不能够说在这个美日监控情况下发射啊，那这样子就有很多的情报就可能被美日掌握了哈，所以呢，他东躲西藏。这个也不敢先公布靶区，以免引来美日的监视嘛。我公布在这个地方试射，美日就来监视了，所以我呢要找一个地方摆脱美日的监视，看到美日没有在监视，赶快发射，结果呢就没有通知，就那民航机当然不知道嘛，所以差点造成国际惨案。也所以呢，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是一个美日跟中国的情报战，这个水下的追踪战已经开打了。这个
拜登来哈，这个做外交场合啊，军这个热热闹闹，实际上这个水下都在开打。要不然的话，老实说哈，他就在他自己渤海湾里面试射，谁管得了他？他也是管不了他。他在渤海湾试射也可以打到美国。他现在就是哈，要摆脱美日的监控，所以呢，但是美日监控又摆脱不掉，所以好不容易摆脱掉了，找到一个海域，哎，这个地方刚好没有美日监控，赶快好试射，结果差点打到民航机。嗯，这就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状况。好，其实。这个来看一下国民党哈，现在苗栗不是他们必赢的一个县吗？现在又出现了内乱的状况了。刘正宏他到底有没有被列入民调？这个民调到底是党中央要做，还是完全没这一回事？是刘正宏自己要做？我们来看 VCR。这次县长的选举，在5月27号、28号晚上6点到9点的一个民调。请各位乡亲能够来支持正宏。亲自录音前，苗栗县长刘正宏向乡亲请托电话民调，支持他回锅参选。难道国民党苗栗县长提名人选发生内战？地方党部赖群组一段讯息带转中央声明，中央党部为委托民调机构在5月27号到5月28号执行苗栗县长选举相关民调，中央和地方否认这份民调，而刘正宏所指的民调，刘家友人代为出面解答。民调是。的来源到底是他自己做的啊，因为大家叫他选，那么支持他，但是是几个？是你一个，还是很多个，还是一群？刘正宏自己做民调来决定是否回锅参选，因为现在的苗栗县长提名人选台面上的苗栗县长，苗栗县议长钟东锦日前大动作召开记者会表态参选意愿，而朱立伦熟议的立委徐志荣一再表态无意参选下，地方呼声最高的是钟东锦。鉴于桃园县路地方的与中央的纠纷，为了国民党的胜选，他牺牲自己的委屈。前农委会农田水利署苗栗管理处长谢福宏，在地方黄派主导下同样想选，这回流派大佬前县长刘正宏出招反击。他个人做民调，我想这个很好，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在哪边。那他们把那做民好民调之后。这资料呈现给中央，可以给中央做参考。刘正宏自办民调，就地方人士推测，可能是要抗衡黄派、刘黄派间的恩怨，台面下互相角力。议长钟东锦在脸书发文，民意决定参选人本理所当然，如今却成为一场闹剧。悬而不决的提名制度，导致同志裂痕加深。国民党苗栗县长提名人选，似乎引发苗栗国内战。非常有趣的是，刘正宏他本身是党中央的选策会成员之一。他这次给乡亲报告，5月27号、5月28号，唯一支持刘正宏，拜托拜托，这是不是党中央要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县党部说没这件代志，国民党苗栗县党部透过媒体联系群组发布，这是代转党中央声明，意思就是党中央说的。中央党部没有委托民调机构在这两天执行苗栗县长选举的相关民意调查，中央主发会特此严正声明，所以是选对会刘正宏本来要帮中央为国民党觅财，他觅来觅去觉得他是最好的财，所以这一个电话民调是他自己做的还是党中央要做的？他自己做的啊，我告诉你，他干嘛说党中央呢？你自己是选对会成员，然后你自己竟然纳进去自己，那不是图利自己吗？他到底在搞什么啦？国民党是继桃园之后又闹在苗栗闹一出了嘛，太精彩了吗？这不是很好笑？哎、欸，哪有人家自己是选对会，然后把我自己做民调，然后帮党中央代替党中央宣布要做民调，党中央在桃园都不敢做民调了，他在苗栗要做民调吗？整个朱立伦、哦、是刘正宏大佬代替党中央宣布，对嘛？就是这样嘛。哎、啊，我是选对会，所以我帮党中央宣布做民调好了。其实党中央朱立伦这一波啊，非常怕做民调、嗯。你可以看到他都可以做民调，通通回避，因为他都要用协调的。嗯，那你刘正宏好了，那你做民调出来，你很高，你就可以去选吗？可以啊，试试看。我告诉你哦、嗯，所有首长，即使很高民调的人回去选，都落选。没啦，黄敏惠有调啦，只有黄敏惠而已、啊。黄敏惠回国成功。那你看看那个陈定南啊，陈定南其实后来民调也是很高，可他回去也是都落选。那黄敏惠是找不是唯一的，大概是唯一的例外。那你刘正宏在苗栗的成绩是怎么样？你拿出来大家都吓一跳啊！张耀房事件，然后大埔那个事件，然后这个整个拆房子。什么的这个事件，大家一大堆都要找刘正宏在身上
马上就浮出一大堆案子可以打了。没有，我只记得他欠了600亿。他做了8年县长，帮苗栗欠了600亿，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阳明山的那个什么偷水的还是怎么样？哎，一讲到刘正宏，啪啪啪，一整片的这个什么案子通通跑出来了。不是不是，我纳闷的是，他们是把党主席朱立伦当儿皇帝，是不是？自己代表党中央宣布现在要做党中央的民调？没有啊，就是党中央就觉得太没有用。像新竹也很奇怪啊，不能管管他吗？新竹在这个新的党主席还没有选出来之前，党团就自己决定候选人是谁，就是那个林根人嘛。嗯，那好啊，那现在党中央不承认林根人啊。嗯，那所以说你到底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初选的机制到底是在玩什么把戏，大家完全都看不懂嘛。嗯，然后桃园已经玩过一次了，然后大家就愤怒就暴跳如雷，然后只有张善政到处去做苦肉计，然后就摆平了。那你现在刘正宏算是苗栗的，刘正宏的生态跟桃园不大一样，就苗栗跟桃园不大一样。桃园没有像流派啊、黄派这种大派系，或是台中这种红黑派。那刘正宏是一个大派系的这个领导人物，所以他如果这样子干的话，我觉得哦，这个搞不好会给他弄成之后，搞不好就是民进党唯一可以这个执政政党轮替的机会。因为民进党整个在苗栗从来没有执政过，新竹县也有啊，这个新竹市也是，现在就是只有苗栗永远没有政党轮替，永远就是。你是说刘正宏强摘这个果子，他摘得下来，他有机会民调会过关。对啊，但是他去选，他本身又是选对会的成员，他自毛遂自荐就对了。对啊，那如果说哎，你地方上其他人又太弱啊。像那个钟议长不是又要解释说你上礼拜杀人，对啊，你上礼拜不是解释那个轻伤还是重伤吗？那又这种人又不适合，那个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大家叹为观止。所以你说你是说他真的有机会苗栗，反而因为他们的内乱，民进党在把他拿下来。对，他真的，我觉得他苗栗的民调可能还是更高于其他国民党的人选哦。那你这样就很好啊，民进党就把握机会把这个苗栗政党轮替一下。变成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很好吗？博文，刘正宏有那么弱吗？这个坦白讲，我觉得现在不是刘正宏弱不弱的问题，而是朱立伦太弱了。因为朱立伦太弱，就变成下面哦，连本来可能有机会啊，可以继续连任，或者是说有希望可以拿回政权的这个县市，现在都变得国民党恐怕现在都面临内部的纷争哦。我们都先不要讲，你其实一般我们在初选的时候。当然，很多这个民意代表自己试一下，自己会做民调，但是自己做民调从来不会说，哎，我做的民调那个时间就是党中央做的，去混淆这个视听，这一招太狠了吧？你知道吗？对，因为第一个这个会造成没党纪处分吗？我认为这个值得党纪处分，因为这个已经造成初选内部的内乱了。好，那我举例来说，他这样一广告之后，万一啦哈。真的党中央要做一次初选民调，然后来公平竞争，那变成混淆掉这个视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很扯，可是更扯的，你说像上次你说刘正宏扯，那朱立伦本身也很扯啊。桃园怎么会是发一个快讯，然后就突然征召这个张善政？我认为这个值得党纪处分，因为这个已经造成初选内部的内乱了。好，那。我举例来说，他这样一广告之后，万一啦哈，真的党中央要做一次初选民调，然后来公平竞争，那变成混淆掉这个视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是很扯，可是更扯的，你说像上次你说刘正宏扯，那朱立伦本身也很扯啊。桃园怎么会是发一个快讯，然后就突然征召这个张善政？这个都已经引起国民党内部很多的这个不平。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主席的威望哈。不足以服众，然后内部呢，那个有实力的地方诸侯又冷眼旁观，好，例如说这个卢秀燕啊，例如说侯友宜啊，其实这两个，你看他们其实在民调声望上感觉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影响力，但是他们现在都在等着看朱立伦的好戏，就是我在旁边坐着板凳，然后吃爆米花看你朱立伦出糗，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现在是变成就是说，只要是朱立伦出面瞧的，不但瞧不动，而且。呵呵的叫，会当来瞧个瞧把变，然后呢，
原先大家感觉有希望，就是可以顺顺的拿到这个政权的部分，这个却现在又变成头角峥嵘，然后也摆不平。所以我认为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党内到现在为止，他缺乏一个初选机制。哎，这个没有办法服众啊！你干嘛桃园跟北桥后哦？主席都道歉了，张善政都跟议长手牵手了。桃园那个是捏的阿瑞，但是那个表面用沙龙 pass 贴好，里面还是内伤很多。是吗？我举例来讲，我现在这里有个伤口啦，有个伤口，你应该是消炎清创。他现在是有一个伤口，快点沙龙 pass 贴下去哦，都贴了吗？你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伤口，可是你。